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斯。结语：吉祥快乐之道，佛教徒的生活态度。结语：若想要拥有吉祥快乐的生活，必须有正确的生活态度，遵循正确的方法才能办到。为什么有情众生会遭受老病死等苦？因为有出生。为什么会出生？因为过去造了善恶业。为什么会造善恶业？因为有烦恼。这就是所谓的惑业苦，烦恼造作善恶业，受苦。四圣谛是佛陀教法中最根本、最基础、最重要的核心。四圣谛中有两组因果关系，一组是世间的因果关系，一组是出世间的因果关系。极圣谛是因，苦圣谛是果，这是世间的因果关系。道圣谛是因，灭圣谛是果，这是出世间的因果关系。苦的原因根源是极圣谛，而烦恼就是极圣谛。为什么有情众生会受苦？因为有烦恼。如何才能断除烦恼？必须修习八圣道之。因为灭圣谛是断除了烦恼，也就是涅槃，所以断除烦恼的方法就是八圣道之。若想要断除烦恼，就必须修习八圣道之。有情众生一旦出生，必定会遭受老病死等苦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即使已经成佛的佛陀也不例外。越爱会使人越痛苦，若想要减轻生命中的痛苦，就必须看淡人事物，不要执着。修学佛法的目的是为了能脱离痛苦，获得快乐。学佛的利益可获得现世快乐、来世快乐和生意快乐这三个层次的快乐。若想要现世获得快乐，就应该行善积福，必须力行布施、持戒、禅修等善法。若禅修者，禅修方法正确，禅修心态正确，只要有恒心，就能逐渐的提升定力，就会发现禅修是一件快乐的事。若想要获得圣意的涅槃之乐，必须修习止观禅法。因为有情众生一旦出生，必定会遭受老病死等苦。所以佛陀不曾赞扬出生的美好，而是希望众生不要再有出生。生病的成因有由业生成、由心生成，从时节因素造成，也有从食物的营养造成。所以不应迷信的把生病的成因全归咎于业。亲人去世，世俗人难免会有不舍的伤感，然而无论你如何伤心哭泣，亲人不会因此复活，所以亲人去世时不需要伤心难过。一个人在临终时升起不善心，若他的此不善心之恶业成熟，死后通常会投生恶道受苦，因此不要在临终者面前提起他所做过的过失。
为已故的亲人做功德，若已故亲人已投生为天神、人类、畜生、地狱有情，他们如何获得在世亲人回向功德的利益？若已故亲人投生为恶鬼，就有可能获得在世亲人回向功德的利益。人死后并非必定投生为鬼，有情众生依所造的善恶业受生，造作善业者死后投生人天散去，造作恶业者死后投生恶道受苦。佛教不相信超度亡灵，自己所造的业只会自己受报而已，他人如何代受？有情众生所造的善恶业一旦造下，就无法把他们抹除。忏悔的意义并不是在消除恶业，而是在悔过自新，未来努力不再重犯。忏悔并没有消除恶业的作用。若在家居士违犯五戒的其中一条，由于其五戒已经破失，因此不需要忏悔，只要重受并下定决心不再违犯即可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